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城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下面请您欣赏精彩剧目。梁耀兰，广州瑞艺发展中心的国家一级演员，文武生，出身越剧世家，自小随父学艺，早年受教于白云生、邓丹平越剧前辈。1963年踏足舞台，他嗓音明亮，形象英俊，认真学习和钻研艺术，态度严谨，基本功扎实，技艺日进。80年代初以一出《三叛与妹》而崭露头角，80年代中期喜得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教会和冯毅，又获艺术家罗家宝收入门下，秉承虾腔声韵魅力，加上扮相俊朗，嗓音明亮，优美的功架，扎实的基本功，在越剧舞台上是一位文云武，深得观众喜爱和欢迎的著名文武生。梁耀兰广采受机，勇于实践，表演出色，曾在省市汇演中多次获奖，成为当今越剧舞台上屈指可数的当红文武生。80年代中期喜得越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、罗家宝的教诲和扶荫，特别是进入了中国戏剧学院深造后，系统的学习了戏学理论，艺术上通练倒置飞跃，如虎添翅，突飞猛进。1985年调到广州实验剧团，一直与林慧英合作演出的长短剧不下30多个，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。他扮演的小生形象外秀内会，文文质朴，如《白蛇传》的许仙，《柳毅传书》的柳毅，范蠡献西施的范蠡，交货武则天的李治，小武戏中的表演则飒爽英姿，威仪刚劲，如王子蛇仙为两情的王子，花枪奇缘的罗毅。下面请您欣赏柳毅传书选段。但是你不可有丝毫的道义啊，你直说无妨啊，娘子请听啊，知你爱人我心难，我不怕言明一夜变，有一个模样龙女托外楼艺把书传，令到佢骨难肉难断，在龙眼空来千大烟，大众喜宴依然，
果连他遭凌辱，才有仗义把书传。我若与佢结婚盟，于我义行当亏损。我有气呀，无情，其实我无相啦，招事都为把于人怨念啊。老郎，我系同你开